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天话题的法律专栏，我是沈梅琪。法律是为有备而来的人服务的，而你准备好了吗？上个周末呢，天气照例是非常的炎热。那当大家正在家里吹冷气、喝冷饮，想尽各种方法避暑的时候，在德州的沃尔玛，就是沃尔玛的连锁店前面呢，停着一辆没有空调的货柜车，而这个货柜车里面竟然挤了39名的无证移民，其中有9人已经热死了。那么，所以首先我先请教一下郑律师，那个还活下来那几个人，他们未来的前途是怎么样呢？法律上的，我们要讲说，虽然他们可能不是华人，可是华人有面对同样的问题。很多人他们现在进不了美国，可是可以进到墨西哥，他们就其实他们也是用这种墨西哥人的方式来美国。所以这次虽然这车子的话没有华人在内，可是这个也是个华人的困难，要怎么来美国。现在这个39个人，有几个人已经过世了。那留在车子上的还活的话，他们是理论上可以留在美国。美国有不同的移民的方式，有一种是 T visa， T visa 的话 这代表是 trafficking， 所以如果你是最后你是被抓到的话，然后是因为你被 traffic 来美国，不合法的入境的方式，那理论上你可以留，一年没有几个，只有5000个人可以这样子做。Unlawful trafficking。好，那如果不用 T visa 留在美国的话，这些人呢，他可以因为要这个治病啊，或是恢复身体的方式，用医学的理由留在美国吗？可以，要医学治疗的美国。可是他们要有一个十分好的原因留在美国。一般的人他们会讲说，因为他们被抓到做这个不合法的行为，如果会送回到墨西哥，送回到国外，那最后的话就被杀了。所以他们就需要留在美国，所以这是 T visa 的方式。也有一种方式是叫 U visa， U visa 是跟 trafficking 是无关的。那当然有不同的罪名，他们可以有这刑事案子，如果有参与，如果有谋杀、嫖妓，最后这种的案子的话，可以用 U visa 留在美国，每一年有10000个案子。就是因为他们是受害者的原因，所以他可以因为这样子留在美国。好，那个反正这个案子昨天才刚刚发生了，我相信未来更多的媒体都会给他后续的报道，我们当然也会为大家继续的关注。因为诚如郑律师讲的，发生在墨西哥移民跟这个瓜地马拉移民身上的事情，也有可能发生在华人身上。常常对，所以我们要持续的为大家关注。好，那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我们要谈谈大麻啊。那个大麻在去年因为公民提案，所以加州已经通过这个大麻合法案。可是就是在这个大麻合法案的这个的同时间呢，生意脑筋动特别快的华人呢，你开始从事这个种植大麻的生意。可是种植大麻跟大麻合法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种植大麻上面其实有很多规定，是吗？我们要知道从在1810年的时候，就200多年以前，大麻已经在加州了。在那时候的话，加州已经算是参与这种的生意是22万吨 in 1810。所以从大麻的历史200年以前到现在有改变很多。其实刚开始是合法，再变不合法，再变合法，再变不合法。然后在这15年的话，大麻就有这种方向，慢慢的从一个医疗的问题，可以解决医疗的问题，到现在 Prop 64的话，真的变得合法的。很多华人他们现在很矛盾，他们想投资生意，他们觉得说，现在合法了，那我们要赶快做。可很多人不知道，1月1号的18年，不管你有哪一种执照，加州必须要审批你做这个生意，你才可以做。所以很多华人他们现在被骗。其实有很多的城市，很多的中介跟他讲说，你一定要投资在这个地产上，你一定可以赚钱。其实我觉得要等到2018年我们才会知道。那种植大麻的生意的利润有多高呢？还蛮高的。客户的话来我们办公室，没有学问，什么都没有，一个月的话30到50万的现金一个月。美金吗？美金，对，很正常。
嗯呀，难怪这么多人这个跃跃欲试啊，然后以身试法。因为其实不止郑律师讲，我们刚在录影之前，我也告诉郑律师，就是我一些朋友，就是有闲钱的人，他们去买房地产，结果天哪，那个房子租出去，根本收回来之后没有办法再租出去。Oh, yeah, yeah. 有很就是因为这个房子是被这个种植大麻的人租去。那么以前你还可以说什么查他们 credit score 啊，然后来保护这个屋主，结果他们发现这些大麻客的 credit score 都是相当的高啊。Yeah, 其实大麻跟嫖妓的生意是很像，银行没有办法收他们的钱，很多的算是大麻的人，他们的 credit， 他们的信用是很好的，因为他们是全现金的生意，所以很多人最后租给他们以后，最后房子拿回来了，发觉全部设备里面都是破坏掉了。很严重，他说尤其是那个房子里面如果是木地板的话、那个地板全部要掀起来然后重新再铺、然后即使这样子屋里还是会有一股怪味道。然后还有更惨的就是 home insurance， 就是跟我的朋友讲说，如果你要收回来自己租的话，那之前你出租给大麻客的 damage 我们就不会再付了。 right Yeah, 所以天哪，他这个房子出租出去赚不了多少钱，结果 remodel 的这个费用反而比出租出去赚的更多。而且这个其中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郑律师，就是说当初他们来租这些房子的时候，都当然不会说我们是要来租来种大麻的，都会说啊，我们是一个家庭啊，然后来这边住啊什么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朋友他们是完全被误导去把这个房子出租出去，那所以的这些大租房子的大麻客，他们是不是也有法律上的刑事的责任呢？ Well, 现在的困难就是2018年的话就全变合法了，所以如果是有6棵树在家里里面，这是合法化。你今天你不租给他们，因为他们要种这个大麻的话，虽然还没有官司出来，可我觉得有一点歧视存在。所以房东现在的话，他们风险还蛮大的，因为他们知道说医疗，这种 medical use 你不能去歧视他。如果你今天一个人他有拐杖、残障的人，你不能歧视他。那不是种大麻的人也是一模一样吗？所以我觉得2018年会有这个问题，会有很多官司出来说，你今天你没有租给我，因为我要种大麻，其实这是为了我的医疗的问题，你歧视我，我就要告你。有很多华人他们。不知道会有这种官司发生，但我们要警告每个华人。可是其实如果只是一个房子里面种6株大麻的话，应该破坏力不会像我朋友他们的家里那么严重吧？ Oh, of course， 他们一般的话他们都种几百个，所以。可是你不是说一个人只能种6株吗？ Oh yeah， 这是从2018年以后。哦，那在现在之前可以啊，你爱种多少就种多少。没有，也不是 ，it's under medical marijuana， 所以2018年的话 ，medical marijuana 的话是一个。坦白讲是一个过去的执照，那现在从2018年以后就可以有6棵树在您的家，不管你是谁。OK， 好，那除了这个大麻的几棵有限制之外，它还有其他的限制吗？那大家要知道说联邦跟州会有冲突，所以今天你不能在一个联邦的不动产上种这个树。所以有很多人他们的地产，他们专门就是买联邦政府的地，可能邮政局关了他们去买，可能联邦政府以前有买某某什么地，他现在想批出来，大家要知道说这是不合法种这个大麻在上面。还有这个大麻不能在学校上，大麻也不能在车子里面，所以很多人他们虽然你可以 transport， 你可以开，可是你不能用在车子上，你也不能有一个 open container， 有一点像酒，你可以买酒，你可以开这个酒到你的家，可是你当然不能开这个酒在你的车子上然后去喝它。好，然后另外就是这个大麻，他如果说自己种，然后种好了之后卖的话，那么就是像我们一般卖东西一样，还是说他有像烟酒那样特别的牌照？ Yeah, well, 在2018年以后，其实这个 Prop 可以讲说 Prop 64他很聪明，在2000年没有办法让大麻变合法化，他们是怎么样子做？他们是跟每一个居民讲说，每一个人都在用，然后今天的话质量又不好，然后我们又可以拿这个税，所以今天讲一个例子，如果你不抽烟，他要去罚抽烟的人，每一个人都说好。同样道理，在这个案子上的话 ，Prop 64还是讲说你可能没有抽，可是我们都可以拿几亿的钱拿到加州，你愿意吗？
所以每一个加州的人说愿意。所以这是一个这次他们做的逻辑跟以前不一样，所以这次成功。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再请郑律师跟我们谈谈更多有关这个最新的大麻合法案的这个相关的提案已经通过了，而延伸出来的一些法律问题。欢迎回到天天话题的法律节目现场，现场为您邀请到的律师是郑伯仁郑律师。郑律师，我们刚刚进广告之前谈到这个大麻合法之后呢，其实衍生多很多法律问题，但是它在法律问题的同时，它也有很多利益。当然，特别是您说18年之后呢，政府就加州政府就规定说，有些区你是要被允许去种植大麻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第一，你不能不把这些warehouse 或是房子出租给这些种植大麻的大麻客。另外，他们规划了这些种植大麻的地方，听说房价已经在节节升高了，是不是？呀、yeah, ，所以你的城市可以鼓励这个大麻的生意，还是可以拒绝？那当然 ，San Marino 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个大麻的生意，应该0%。因为这个城市本身已经很有钱了。对。可是有别的城市的话，可能需要有钱，还需要增加他觉得居民的福利，他会鼓励每一个人做。那他们是怎么样子做呢？他们会规划一个地区，他们会讲说，从这条路再到这条路，我们可以卖，还是我们可以种，还是我们可以做某某什么生意。这种地区的话，你要知道说，地产会往上。我给你一个例子，本来有一个地区，客户的话来，2年前是5毛 per square foot 50 cents， 现在是7块钱一个 square foot， 所以你可以想要涨了多少钱，就是因为他规划了有大麻批准。嗯 ，Yeah， it's incredible。他可是问题是你如果在那边买房地产的话，你有可能就要自己住的房地产的话，有可能房价会下降啊。Yeah， 我所以很多人讲说，其实 Prop 64是很好，它是让城市去真正做一个规划，因为以前是一个不合法。不是台面上的生意，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他们房价有降。可是现在政府有规划了，每一个人知道这个地区可能 commercial 会往上涨，可能 residential 会往下降。这个其实是让每一个城市的话有一个比较好的规划。所以说政府有在做这样的规划，但是我们消费者本身其实也要有资讯的来源，才知道说怎么样去配合政府的政策。Yeah, the great thing， 这是我觉得，如果你想知道说你的城市会不会种大麻，go ask your city manager， 你的 city manager 在你的城市里面就像 CEO， 政治人物的话是 it's like a board of directors， 可是你真正你的 CEO 在你的城市里面是 city manager， 他要跟你讲，如果你是一个居民。嗯哼，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大麻使用啊，那个他现在其实的规定是跟烟酒一样，是未满21岁的人他是不能使用大麻的。Yeah, it's kind of like alcohol, right？ 可是如果大麻你是被把它当来医疗使用的话，那你有可能21岁的以下的年轻人，他以上的年轻人他可能更就是就有需要用大麻来治病的病啦、啊。Well, look, 你现在你的意思其实也有很多的华人，他们现在在反对，他们觉得是 gateway drug。gateway drug 的意思就是有别的毒品可以用，可是是从大麻开始。可是大家要知道，华人投票率很低，所以最后他们想反对已经太晚了。可是你讲的是对，他们有做很多的研究，他们是讲说确实抽大麻的小孩子，然后去吸比较算是比较激烈的毒品是比较。距离比较高，这是一个事实。嗯，那如果是要用大麻的话，就没有年龄的限制了吧 ？Well, the answer is yes and no. 以前的话他们是讲说是，他们现在的话他们是觉得，如果是有 Prop 64的话，如果在家里种植是合法的。每一次有新的法律出来，一般要花差不多2年才3年的时间去打这个官司，把案子过滤好，我们才会知道。可是当然，从我们律师的角度，我们觉得，未成年去种这个的话是不合法。嗯 ，OK， 好，但是未成年来吸食大麻的话，
是也是算是不合法，不管你的原因是什么。那个法律条文它没有这样子讲，可是我觉得如果今天有过了 Prop 64， 然后你是一个父母，然后你允许小孩子抽，因为他有医疗的问题，我觉得检察官不会控告。很奇妙，可是我觉得检察官不会控告了。I see。好，那么这个如果种植大麻你犯罪的话，这个是属于轻罪还是重罪？轻罪。轻罪，就都是因为64这个法案的关系。Well, 如果是以前的话，应该是重罪吧。Here's the funny thing， 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很多人不知道 Prop 64是16年过，可是15年，算是州长他已经批准大麻了。所以 Prop 64是公开让全加州的居民允许他这样子做。可是不管 Prop 64有过没有过，从我的角度，我觉得大麻的生意已经发生了，已经从15年已经开始了。所以他在15年的时候有三个法律条文，是因为州长他批准了，现在才会有18年的这个期限要开始拿一个州的执照。可是 Prop 64的话，那时候大家觉得说是因为 Prop 64法律有改变，但我觉得15年已经改变了，已经改变了，所以就是都是轻罪就对了。是的。OK， 好。那么另外我还想知道，就是这个政府在收这个大麻的税，譬如说今天我种大麻，我卖出去的话，政府跟我收的税是跟我平常的商家一样的吗？It's 15% tax， 所以这是算是加州的话是最高的税 ，15% tax。还有每一个城市，如果他们批准，也可以放一个税在上面，所以有的城市他们现在做一个 10% tax， so 15% state， 好，15% 州，然后10%城市，洛杉矶的话目前是最低的，是2%，可是他们所谓洛杉矶城市的大麻执照已经完了，他们不会再批了。不会再批了，不会再批了。可是他不是18年才开始要准许大家这个种植大麻吗？yeah， 所以他们是怎么样子做？每一个州每一个县他们可以控制他们的大麻的执照，可是这是跟州的大麻的执照是无关的。州的大麻的执照是规定你要先拿一个城市的大麻的执照，你才可以往州批准，然后拿一个第二个执照。所以他18年他们是怎么样子做，如果你的城市他已经给你了一个大麻执照， then you could be front of the line， 你就可以在最前面可以拿到执照，如果你没有，你就要跟一般的人排在一起。那现在排队的情况是怎样？很多城市都很想要得到这个执照吗？坦白讲，现在的法律很矛盾，所以呢，每一个城市他们有批，确实有批，可他们不知道说最后跟州有没有冲突。我跟很多政治人物在谈的时候，他们很矛盾，他们又想拿这个钱，拿了这个钱以后，他们城市就赚了很多钱，可是他们又知道说，虽然每一个居民他们是想要钱到他们城市里面，可他们不支持大麻，还是有很多人不支持，所以变成说他们要政治人物赚钱，可是呢不让政治人物去拿这个大麻的生意，所以很多政治人物他们变成现在又想做又不能做。可是我觉得18年到19年，我觉得30%到50%的城市都会鼓励大麻，因为这个法律条文 Prop 64是让城市去控制，一般新的法律条文是只有州控制。州是一个很奇妙的动物，它每一天都会从你的城市拿钱，很少批钱回来。可是你的城市的话还是要转啊， right？ 还是要做啊。所以大麻这个法律是第一次有很多的钱。城市可以控制，城市可以赚，所以这次每一个政治人物就咬着他不放。Very interesting, it's totally different. Yeah, 那如果说住在这个城市里面的居民，他不想要有这么多大麻的 warehouse 的话，他可以透过投票来改变这个城市的大麻的生意的运作吗？不行，可是他们要跟他们的所谓的市议员跟他们去谈，要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反对。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在 Arcadia 的时候，几年前差不多5-6年前，他们本来要开一个大麻的dispensary 在Arcadia County 里面，我们很多人都抗议，包括我，然后那时候 Arcadia 就没有批准。可是那时候的话差不多有发生了，这不是一个好还不好，我们赢了我很高兴，可是有很多的城市因为他们很穷，
需要大马这个生意，所以其实很多的人他们不想要，可是最后没有开口。现在每一个政治人物他们已经批准了，所以有一点晚。好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大麻合法化之后衍生了很多的问题呢，我想以后还是会陆陆续续的发生啊。所以希望今后能够再请教这个郑律师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礼拜再见。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